联邦政府局部停摆，国税局以及社会安全局也连带暂停营业，冲击到的人也包括了正在办贷款的民众。因为这两大政府机构提供的文件是贷款程序当中的一环，面对这种意料外的情况，现在已经有银行暂时通融，允许不超过62万5千美元贷款额度的案件可以先行放款，等到政府恢复运作之后再行核对资料。联邦政府停摆之后，暂停营业的国税局以及社会安全局也无法提供资料供贷款业者核对贷款申请人的收入以及涉案号码，使得购屋或是重新贷款申请案件搁置。面对这种窘况，资深贷款业者刘彦秋说，目前许多银行已经有相关的因应措施出炉。几乎每一个银行在62万5千以下的银行哈放款，他都不需要说先跟 IRS 去核对报税资料，他们会把这些资料先囤积起来，等到政府开门了之后，他再一次性的去核对。啊，如果说您的报税资料跟IRS 的记录如果说有不相吻合的话，那你还是有机会银行会在30天之内叫您付清您的贷款。另外，由于涉案局也暂停营业，如果贷款程序中需要核对涉案号码，现在许多银行也是先行放款，日后等到涉案局开门之后再来核对。而在联邦政府提供给较低收入民众的 FHA 贷款方面，也有同样的补救措施。贷款界现在面对的另外一个大关卡，则是10月17日。如果届时国会不能批准上调目前的联邦债务上限，将会导致美国出现历史性的债务违约，而贷款利率也可能会跟着出现较大的变动。如果美国政府的信用不好，违约的话，那美国以后的债券就可能就很少人会去买了。如果说没有人购买这些长期的债券，那我们的资金来源短缺的话，那势必这个利息就要升高。18台新闻黄明仪、张义瑞、罗兰刚采访报道。